七公里到这边哦。好，那我们七公里的路线很棒哦，微风徐徐的吹来哦，享受一下参加白骨仙子的冷气啊，今天的冷气特别的凉哦。好，那看到我们左手边有没有看到漂亮的小朵花，叫做牵牛花啊？好，那是早上才有看到的哦。下午的话，它就哈浮起来了哈，虽然说哈，咱人无千日好，花嘛无百日红啦哦。好，那我们火车快到糖厂了哦，准备进入糖厂。那这边要让你们做一个比较 special 的运动哈，要让咱在座弟弟哦，来哦，让咱一支点火光啦，兼洗裤啦，手洗让你加较快嘞。手洗腰环，让你有机会来做总统立委兼议员，让你姿势一百五十，快拍吧！好，那我们要跟两旁的车辆挥挥手，谢谢两旁的车辆都停下来哦。哦，还有阿甘哥的车子在保护你，你放心的。好，来跟挥挥手。一家烤肉，万家香。好，来望上左脚的天空，还有我们的101烟囱。这只老烟囱是历史的悠久，历史的见证。以前市场的话，右键吹烟，那这只烟囱已经不吹烟啊，所以在右手边就是市场的工厂啊。但是我们火车将到站了千万不要晕车哈。所以等一下不要跟着火车头，火车的帅哥哦。我看到那个司机在开火车，跟他加烟斗吼，就对照哦。来往火车的尾巴尾巴是出口哈。好来在这边我们要提醒咱的大朋友、小朋友，火车已经要来到站啊，请你吼，各位旅客，唔通袂记你别人的行李，你若要揣要追客，要记得带回去。若忘记带回去，谢谢你们，晚餐我们就加菜了哦。好，那我们火车即将到站了哦。那在这边，因为我们县政府刚好有办这个活动，我们将金杯组板金来做出去你若记得这个老阿组会记得带我去吃手术一样所以有机会啦再来大家多就看咱在地妈祖的印华地啦嘛无一点那我们左手边这是台场产品的展示馆，刚好今天要配合这个羊肉卷，真的葡萄干一定要带的，让你真的好有就是的这个葡萄干你刚刚讲的葡萄干有就是的所以来跟人家给大家讲好了来各位回家一个会到家吗？一家叫我们来的贵宾，咱们请你喝板糖，今天就拿我们机会在我们回家来跟人家讲振兴这里。记得有机会变成好家人，来叫你来旅途愉快。那我们火车到站了，火车。